之精神，网工业。打了一个紫色的眼，不知道看不看出来。这个衣服的好处就是呢，我想要让它露下来，它就可以露下来。对，所以里面还是要穿一个这种小背心啊。来不及了，出发上课。这个天气真的是让人超级想睡，我刚刚已经躺在床上大概两个小时了，然后现在是下午的3点，我还没有吃午餐，等一下还要去上体育课。嗯，我想动，想要继续睡。等一下来去华泰，好，买东西 ，yes。嘿，撞球，啊，撞球国手采访，被撞，你有没有写那个？谁买了那么大本啊？没有人想到，我的一根手指头，两根。他写什么？我不住这里，浪费纸张。碎的心啊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那天爱德华带了那个一个核酸，台湾叫什么？台湾会叫核酸吗？快筛。他带了一个快筛，超不舒服，比较短。那要把它整个拖进去？没有一个要把整个拖进去的。我的。可惜现在没有那根可以示范，大家就会笑你。他说：“怎么会有人这么想啊？”你是在夸我漂亮吗？
惨。盘子精神。烂透了。红豆。